这样的，太阳特别足。回头再一看新华书店，也没有那么恐怖啊。就是嘛，看看去吧。啊，紧跑几步进了新华书店了，往里一看，跟别的书店一模一样啊，没什么区别。卖书的，唯一的区别就是这老板。老板有什么区别？岁数不小了，哦，六七十岁，一个老头，年龄大。哎，往这一站，杵着根拐棍，眼珠子都拧了，嚯，一动不动啊。他是逛过来逛过去，挑了一本书，鬼故事。我还挑一本鬼故事，小孩好奇呀，哦，得看看呀。鬼故事拿过来，哆哆嗦嗦递上去。老爷爷，您看看，您看我这个啊。老头就不搭理他。50，这书50块钱，给您100甭找了吧，是吧？这书给我夹在嘎子窝这儿，推门刚要走，老头给拦住了。啊，等会儿，记住，千万别看最后一页。这太吓人了，这也。你这动作跟你爸爸一样，我跟你说，要瞎葫芦吧？这是郑豪老师的动作，这是那个。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哪么回事？哪么回事？就是跟郑豪老师一样，没说过，知道吧？白学侯爷，知道吧？啊，就说这意思。也行，也行啊。不行，当时他这心里就难受啊。啊，这玩意儿，这好家伙，这有鬼啊！这是他吓人呐。家书。往家里跑啊！回了家，推开门一看，爸爸妈妈都在家呢。啊，进了屋里，不行，我得瞧瞧这书最后一页。把所有灯都打开，这灯都打，台灯、电视，反正能亮的都打开了，都开开了。房门四敞大开啊，厕所里那浴霸都打开了。是啊，亮堂亮堂。哦啊，一下子坐在这儿，你们保护点我啊！我非看最后一页是什么啊！不行，我得跟他拼了。定价5元，嚯！不是，等一等，不是，5块钱一本，要我50。对，我说老头不让看的，我给100没找钱，要不说受骗了啊，知道吧？这小时候的积累下来的经验，这就因为爱看书，对，吃这亏了。长大之后，这书这方面的热情就淡薄了，是吧？啊，后来就改了画画了啊，出去跟人画画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他们家出个这样的人才，是对不对啊？他这也算是家传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媳妇儿是个画家，这个根据遗传学的角度来讲，可能是有遗传这方面的基因。你等会儿，哎，画的好。我媳妇儿是画家，遗传给我像话吗？这不家望子成龙吗？不是，没有，没听说过啊，是不是？反正就能画画啊。回家两口子坐在一块儿，一人一个字台，跟前放这么一面镜子啊，自画像。自己画自己，哎，自画像哦，俩人做好了，啊，自画像了，瞧瞧，画画，哦，这瞧的也太细致了，啊，连这烂眼边子都画完了，我，最后画出来一瞧啊，头阵这画一大乌龟是吧？他媳妇呢画一大狐狸，这，没有，嗯，啊，我刚才听着不对劲儿，一家子爱玩这个，没有。没有变相骂人的，什么乌龟狐狸精，不是骂人，您这是奖金比骨啊。没有，我们家不画这个，知道吗？不画这个，那就我媳妇专画文凭，我专画驾驶证。你闺女画这戳是吧？不用，就直接盖了啊，直接盖了。对了，反正就说这些个爱好啊。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咱这回是真的遗传了啊，跟你不没有你媳妇事了啊。这件事情哪也没有啊，您这还有这么些爱好啊，这么好的人性，台上这么好的艺术，要全都归功于他的父亲啊。行，所以这父亲这个人呢，别往这儿比划，说就说他父亲这个人啊，这姿势也不行。我觉得怎么着，夸一夸哈，不用就说话就行。他说他父亲，哎呦，提起老头值得让人肃然起敬，是吧？哎呦，老头太好了啊！每次看见老头都得行礼啊，鞠躬。不行，不，今儿我忍不住了啊，给你父亲们鞠个躬。好，你站起，站起。二楼的父亲们，你们好。跟我没关系啊，没，他自己说的。二楼的侯震的父亲们，你们好。
么了？别捣乱啊！看见老、哎、没有这样？看见老爷子激动。看谁老爷子呀？高兴啊！高什么兴啊？哈、啊！要说他有这成就，全都于归功于他的父亲啊。人这么说啊，小的时候他父亲疼他。那谁的孩子谁不疼？是不是？是是。老来得子啊！啊！他父亲那阵是97岁高龄，有的他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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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他那阵到不了，到不了啊！97岁没有这功能了，嗯、啊，是吧？啊，对啊，还有47。哦，47，有的他老来得子，特别疼他。小时候那阵也是纯母乳喂养，知道吧？说真牙碜，你这什么叫真牙碜？有的时候，他母亲一个人的奶供不上他吃啊，他父亲请了奶妈。啊，过去有请奶妈。要说请奶妈规矩太大了啊，是。不同的人种，不同的奶。这话怎么说的？你要说欧洲人啊，那纯鲜奶。纯鲜奶，亚洲人啊，早餐奶，非洲人巧克力奶，你知道吗？这按色区分的，对，有区别，你知道吗？那阵儿就喝、啊，家里请10个奶妈，他父亲往这一坐，挨个测试。我说你咱们这不怎么挨个测试啊？不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啊、一人发一碗，这都几得了，知道吧？哦，他父亲拿过来。不喝啊，看这墙没，唰，泼在墙上，那不糟践了吗？不过你看看这奶质量好不好啊？这怎么看啊？看这一号奶妈，啊，拿起来，唰，就看这奶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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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掉下来了，流下去了，都流下来了啊！不行，太稀，哦，没有营养。是啊，来这二号你这个啊，炒起来，唰，扔墙上了，定住了，哇！跟果冻似的，来来来来来，这也不行，这个、啊、这个身体里火太大，哦，有毒，是啊，必须要。